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我们现在乘坐的是那个缆车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很像的摩天轮。嗯，很好玩哦，不错不错。我想帮你拉上去。耶、yeah! ，顺利好玩。今天的天气也不错，大概在25-26度啊，天气不错。幸福下龙湾第三天，2019年5月27号，现在大概是6点左右。这是刚才坐的摩天轮。